我坐你车啊，你还不让我抽？我这一天方方面面的，你就看我能不能弄你就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我再问一遍啊，是不是不让我抽？办你！哎，哥们儿，我坐的车啊，不让我抽。是个黑的啊，带好证啊，一个人不行，得俩人。哎，对溜就弄他。这真是牛逼插针，那叫真牛逼呀！冰雪魔都，这就从来都没让我失望过。看着人家能上热门，那能行吗？我们差啥呀？这事儿你能居于人后？开玩笑，咱是谁？看看这个认识吗？咱都这身份了，必须霸榜。这脸打的，咱不知道啊。有些人是没脸呢，还是有些人记吃不记打呀？还是说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他当习惯了？这手中有点权力，怎么的？不抓紧时间用，他过期作废呀？这电话的语气，这嚣张的口吻，那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吧？啊，说弄你就弄你，你看人到不到位就完事儿，你看来的人啊是不是有样，他也完事儿。我怎么感觉这玩意儿怎么像他家开的似的呢？要不说现在这监控设备是真好，短视频平台呢也是真好，你什么样事儿你都能看见。啊，热心市民一个电话，你别管是不是半夜12点，必须行动迅速，必须到位，必须加班，对待工作必须认真负责。某些地方真得和我们学学，这速度，这力度，这扑面而来的安全感。我就想问一句，还有谁？哎，他怎么能有手续呢？我这个钓鱼的怎么碰上一个钓鱼的了呢？哎，不，这，哎，我是老刀，一个，我不说了，哥们儿啊，太卡脸了。造孽！